我们栏目组获得了独家采访何韵诗的机会，曾经她的感情观也不为大家所接受，但何韵诗觉得自己幸福就可以了。上周末的上海虽然进入了梅雨季，大风又大雨，但是在外滩的 Muse 酒吧内依旧阻挡不了这位女艺人带给我们的火热眩晕。前半年呢，我都在一个慢活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让自己先就是停下来一些些，然后就没有赶着要开始做一个新的专辑或是新的歌曲。因为其实去年我整年都非常忙，那发了两张专辑，做了一个舞台剧的巡演，还有做了一个红磡的演唱会。前半年就让自己可以先享受一下生活，那差不多可以再重新启动了。时隔三年，何韵诗再次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。对于这周末即将要揭晓的答案，这一次的她和三年前的欣喜若狂、喜极而泣相比，真的是淡定了不少。现在马上就要有这个金曲奖，有入围，对不对？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？漂漂亮亮的去出现，那我觉得那个就已经就是我可以做的事情。那反正对我来说，真的被提名两次已经是额外的一个惊喜。那你自己心里会有想吗？要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奖给师父的这种一个心愿成绩给他看？你问我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做到他的要求了。其实每个人对于那个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在我这十几年，其实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就很真诚的去做，到现在这个阶段也是除了音乐以外，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上面去为一些小众去发声啊，或是去负一个社会的责任的这方面，应该我觉得啦，就是他在某个地方看到应该也 OK。 没有辜负师父梅艳芳的良苦用心，也对得起自己的天地良心。何韵诗的歌唱道路十年走得很勇敢，而她自己的人生也因为勇敢而更海阔天空。去年夏天我们见到何韵诗的时候，她还是这样的。好 ，pose 二。而时隔一年，虽然她依旧穿着同样的军绿色外套，但是女汉子却不再卖萌，而是努力想要朝着肌肉女迈进。但是说从去年贾宝玉完结，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胖胖吗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采你的时候还有一场贾宝玉最后的那一场，自己觉得很胖，真的很胖，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比现在重有就是六七公斤吧，十多斤。对，现在有大概有现在有八十，八十对，太瘦了吧，太奢了。我说小军啊，八十斤是你自己梦想中的体重吗？人家何韵诗还是有一百斤的好不好？只是因为健身的关系，才会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更有线条。所以一百斤以上的美女们赶快看过来，撑不了两分钟的平板支撑也没关系，因为阿姑有更独家便宜又好用的秘籍要分享。因为其实人是需要淀粉才可以燃烧到脂肪的，所以你不吃饭，其实你的身体就会把那个机能都停止下来，所以一定要吃饭。我是吃着饭瘦下来的，对。也听说了，就是你现在有练出一些腹肌来，真的有吗？对于女生这很难的。其实真的有一点，我有一个教练，就是他从我演唱会开始有帮我训练。那他其实教我一些很简单，也不是那种举很重的那种，只是真的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些动作。那可能每天晚上尽量动，就是有几组的动作会动一下。其实你说你这样能够稍微表现一下的是什么？是有点难吧，要躺在地上，完全躺在地上，平躺啊、哦。然后站着怎么做 ？OK， 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像类似像上半身
半悬空的那种状态，包括脚也悬。大家常以为就是要整个坐很满才是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你只要想对了那个点那个方法，其实你很微微的一些动作已经非常的累了。小军，我们知道你真的很想躺下来跟着阿姑学，但是这真的不方便。不过还是有另一招更值得借鉴。啊，我会跳绳，就是跳绳是我现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方法。你能一次跳多少？昨天我跳了半个小时多吧，对，就3000多下。所以要瘦的同学们记住了，每天跳一跳，脂肪全走掉。其实心态的平和，身体的改变，都是因为何韵诗在酝酿一个新的计划。37岁的她，就算离婚姻还很遥远，但她仍很着急，想要当妈妈。我身边还蛮多小孩的，就是我很多朋友他们都生了 baby， 那我也就是有一些是干女儿干儿子，然后有一个最近也有个老公这样子，就是一个 baby 的老公，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小孩啦，那当然希望某一天可以有自己的小孩。你想过用什么方式吗？比如领养还是说自己？这个再讲吧，现在很多方法了，很多科技可以解决到很多问题，对。那是用这种，大概了解了。大概这两年会有吗？今年、明年或者明年？应该也是这两年吧，因为不然就是太年纪太大了，也不太好。高龄那个产妇。没有，因为真的你跟小孩的那个沟通是，真的太年纪太大去生的话，那他进大学的时候你都已经快70岁了，而且可能聊不到一起。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就反正对啊，这一两年吧。何韵诗的世界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勇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真诚的做事，认真的做人，让我们一起祝福她。